当近十日，社会不断充斥住民阵、六一儿基金交接解散或停运的消息嗰阵，市民借助各类社交平台发出的共同心声就是，呢一次的换届究竟仲会剩低边啲团体？可以肯定的是，在国安棱镜照耀底下，留低的都是经得住考验的爱国爱港组织。其中就包括一直活跃在一线的工联会，三日前他还代表市民发表声明，希望警队能够深入调查民阵这个三无组织，有力维护香港社会的和平和稳定。20号他又主动企出来，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为即将新鲜出炉的施政报告建言献策。其提出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向：巩固国家安全，提升管治能力、施政效率，改善劳工权益，重整经济结构，培育相关人才，纾贫共富，乐业安居，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不难看出，工联会对于国家安全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每一条意见都充分考虑了国家和市民的合法利益。我想有这样先进、纯洁、进取的组织，政府的工作非但不会因为那些解散潮中四分五裂的非法组织而受到妨碍，相反，没有了这些互相勾结、暗中耍手段陷害政府的黑暴组织，工联会以及建制派才可以在促进香港长足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顺利。现时不被乱港组织和西方政客的恶意针对而打乱发展计划，先是政府不辜负包括工联会在内的诸多营心尽力、积极进取组织以及市民信任的重要保证。施政报告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单凭政府很难做到全面客观，所以广开言路，充分听取工联会等组织和个人的建议，才可以令到施政报告在落实中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超越。新政就要有新气象，2021年施政报告是香港国安法落实和选举制度完善后香港特区的第一份施政报告，这份特卷市民、团体和政府共同谱写。